如果你要把它恢复的话，哪怕是你这边全部都关掉了，这边也不小心关掉了，这边也不小心反正还是没办法关掉，那你有个方法哦，最简单的方法就在 Window 里面哦，找一个东西，我看一下，它里面有一个叫做什么呢 ？Reset， 有没有？什么？这个叫重新 reset 它的那个 view， 它的事情可以把它重新 reset 掉。OK， 所以在这边，可以把那个画面让它恢复成原来的状态。OK， 我试一下，因为这个之前我是有试过，应该没问题。reset 它，好，然后问你说它是不是要恢复成 default 的值 ？Yes， 有没有发现又恢复了？啊，如果你执行它，看到 OK， 理论上应该可以执行 run， 下方没问题，输入年龄，66岁，老年没有错 ，OK 好、哦，啊，那另外的话乘积哈、哦，给各位练习，我想应该大部分同学应该也没问题，大于等于80就 A， 好，然后呢，在70跟80之间是 B， 60跟70之间是 C， 剩下来就 D， 啊，写法当然你也可以用 and 啦，或者是说你可以先判断。不及格的，再判断在 C D C B A 也可以啦，所以这也许你可以改个方法，我想结果是正确就 OK 了，它一定是程式一定是循序的，从上面run到下面，最后的话呢，我们就要来看 B M I， 那 B M I 的话呢，主要是参考那个网络上面你 Google 打那个 B M I 有没有 ，Enter 一下。它就会帮你摄取到最后的结果。第一个就我就参考第一个，就是 BMI 值的计算器，那它里面就有规则。规则是什么呢？就是使用者输入那个什么，让他输入体重跟身高，或身高跟体重，然后它的规则是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那身高的话一定是公尺，所以它如果输入的是。因为我们习惯公分，那你就必须、哦、把它除以100，变成公尺，再来做计算，那就得到它的 BMI。那得到 BMI 之后的话呢，如果它的 BMI 是小于 18.5 的话，那就是过轻。如果在 18.5 到那个24、哦、小于的话，那就是正常。那再来就是24到27是过重，轻微肥胖，再来中度肥胖。还有重度肥胖 ，OK， 那这一题其实跟刚刚也类似嘛，差别只是说呢，我们会需要两个 input， 所以两个 input 的话，那我可以这样写，我这边已经写好了哈，我大概看一下，因为第一个的话呢，请输入什么？请输入体重 ，OK， 啊，当然身高体重你可以颠倒没关系哈，那因为我担心哦，很多人很，如果我前面假如说用 INT 的话，去取整数。可是如果说有人很在乎啊，可能是什么65.1这样子，那如果你65.1哈，假如说你前面用 INT 的话，它就变成65了。INT 意思说取整数而已，也就是它转成整数之后，它就无条件会把小数点拿掉，那不合理啊！我点一，我差一，不身高了哈，体重可能大家不在乎，多一个最好越少越好。啊，身高的话，它可能是刚好，169.9，有没有？它已经点九，你点九拿掉，哇，差了快一公分了，对不对哈？所以呢，你一定要加什么？特别注意哦，这个地方你可能要转，不要用那个 INT， 你要用 float， LOAT 这个可能要记一下 ，float， 也就是说这个地方呢，它会帮你保留什么？保留小数点 ，OK， 然后呢，请输入体重，那身高的话，记得最后把它除以，就是转型完之后哦，特别重要，转完之后再除以100，比如说169.9，然后除以100的话变1.699这样子 ，OK 哈、哦。那再来的话，我们根据那个公式，公式就是它的公式是体重哈、哦、除以身高的平方，所以我们公式就是，这个其实这个 float 可以不用，因为已经 float 了，所以这边我讲这个 float 可以拿掉，就是体重除以什么呢？身高的平方 ，OK， 好、哦，那
这个平方先把它、平方之后再除以，那最后会得到一个 BMI。所以其实第一阶段、其实你可以先不要判断，后面部分的话先不要做，先做什么呢？先让它 print BMI 就可以了。所以第一阶段呢，我试一下，我只要计算 BMI 的话，请输入体重，哇，好敏感，随便输入一个、好，那如果身高的话呢 ，Enter， 那这个时候会有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如果我只要取到小数点的第二位呢？当然有最简单的方法，你可以什么？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用过那个 Excel 吧 ？Excel run 对不对 ？Round 嘛，其实用法跟这边一样。你第一个方法 round 放在前面刮弧，它有自愿这个函数，逗点二就是指的什么？取到小数点的第二位，这样特别重要。把 BMI 放在里面，外面包一个 round， 取到小数点第二位啊。这个方法的话，就跟 Excel 里面一模一样，有没有？所以你以前会用 Excel 里面的 round 函数，这边也可以了哈、所以这边的话，我把它执行一下，啊，应该刚刚再输入一样的75 ，Enter， 然后这边175 ，Enter， 有没有？ 24.49。那特别注意啊，这个 round 是真正的帮你做四舍五入。好啊，当然另外一个方法叫 format， 这个 format 比较像我们 Excel 里面有没有？有一个按什么取消小数点位数有没有？啊，那个就是格式，但实际上它没有真的帮你四舍五入，它只是表面上帮你变成看起来像四舍五入，但实际上没有哦。啊，在 Python 里面一样有类似的用法 ，round 是真的去试。那如果说你要用那个 format 的话，我们后面再来看哦。所以请各位第一个先试着把什么把这个 BMI 先算完，那算完之后的话呢，后面、可以照着刚刚讲的，如果、上面有讲嘛，反正 这些刚刚都做过了，有没有？所以我如果要做一个逻辑判断的话，那我底下呢就可以写一个什么，写一个 if BMI 怎么样小于18，那过轻，然后呢这个之间的话就标准，这个之间就过重，以此类推啊。其实这有点像怎么样，把它做翻译嘛，感觉好像就是把它翻译过来。所以以后、只要你有、类似工作上的用途啊，其实不就是这样子翻译一下就好了。 OK， 所以程式里面主要是把你以前人要去做的逻辑判断换成电脑去帮你做判断，然后每天只要有东西给他，甚至就是说比如一个学校，假如 几千个学生，你只要所有人的身高体重的资料嘛，从资料库倒过来直接丢给 Python， 全部就知道说、学生里面呢过重的比例多少的报表就出来了，甚至还可以马上画那个视觉化的图出来，马上可以知道，而且跟前面几个年度的学生，比如说哪个年龄层哪个年级的 BMI 最胖，如果经过什么改善之后有没有变好，那你不就可以有个比较的报表？不然的话，以前他要用人工来做，哇，那要花多少时间？可是如果你会用电脑来做，简单到不行。OK， 好，所以请各位试一下哈，把那个 BMI 部分哈试着做做看。来，画面先还给各位哈，切一下。好，所以 BMI 那这个刚刚的东西哈，基本上我是参考那个 Google 的结果，所以你如果要一个类似的逻辑的话，你就在 Google 上面搜寻 BMI， 那第一个连结就是我刚刚用的参考。那其实网络上还有很多啦，这类似 BMI 你要计算什么哈、都有相关的规则，所以你只要有个规则就会有个逻辑，那有个逻辑那你可以就可以试着把它哈、针对那个逻辑写出那个多重的逻辑判断哦，所以其实这一套反正就大概类似的做法哈、也不需要特别钻牛角尖，反正写来写去就长这样子。好、尽量你有一致性的写法啦。我是建议像我刚跟各位讲过、我习惯用 and， 啊，如果你不习惯用 and， 你把它再转一下方向，也一样得到一样的是一样的结果。啊，尽量不要说你今天哈、初一十五写不一样、那真的就麻烦，到底怎么写？对，连自己都搞不清楚那就麻烦了。所以最重要就是说你一定要找出你习惯的写法， OK 啊，不要就是被我的参考答案给 绑架了、不然的话以后你想不出来，每次都要看别人的东西才写得出来，
如果别人没有给你参考，那你怎么办？那你就不会写了。哦，可以，所以尽量啦，你去思考没关系。啊，程式没几行，长得就像这样子，只要不要打错字就好了。哦，试试看哦。